定好。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来到潘特西高尔夫的直播现场。那我们今天不好意思，会稍微提早一点点开始，因为临时有一点事情哦。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会稍微再等多一点的球迷朋友们进来。那么在这边，首先再次谢谢大家对这两个月来的这个直播，还有所有潘特西的影片，然后的支持。那我们听到台湾最近呢，就是高尔夫球的风气非常盛行，有人跟我们说，很多练习场早上7:30就要开始排队。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大家继续努力。那高尔夫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练习的一个运动，然后另外一个重要是，就像设定百日目标一样，所有的目标都是设定目标是非常让自己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对不对，小潘？没错。我记得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我记得小潘在大学的时候吧，他的宿舍房间非常小，然后桌子的前面贴满了那个便利贴，彩色的便利贴，很可惜那时候没有照一张上来，上面贴满了满满的大大小小的都是他自己的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那他最常讲的就是要有一个大的目标，例如说他想要打 PGA Tour， 可是他必须先从完成很多小的目标开始，所以大家加油！记得我有照片，你有照片吗？上课喽！我们今天提早一点点开始，不好意思。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请大家放心，虽然美国最近国内的主要大城市都有一些的抗疫的活动，但是我们远离，尽量远离城市，那我们离市中心其实蛮远的，所以放心。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今天是我们在比赛前的最后一次直播，比赛我们还是会继续直播。对啊，对，但是这是在家里面的。下礼拜就要比赛。对，下礼拜就要比赛了。好，我们找找珍贵的那个照片 ，Steam。找不太到。好的。然后呢？我们等一下。现在我们等一下大家上来好了，因为等一下要开始回答一些问题。然后有人说，在开始之前，小潘可不可以简单分享一下一些你的暖身，就是很短的，你想到就是球友们可能都踢太慢到了才到球场，那你觉得有什么暖身呢是比较适合大家做的？比较适合的暖身，我会觉得因为高尔夫球是讲球旋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我都会把球杆放在这个肩膀后面，然后一开始就像我做教上杆旋转的时候，我先站直，然后做这样子与地面平行的旋转。哇，卡个伤。对，膝盖。嗯哼。所以，然后就慢慢增加。然后这之后再回到，记得我要站后面一点，再回到站姿的样子，然后再做旋转。好，这样来来回回就超过20-30下之后，你可以甚至就是可以把你的站姿放大来限制你下半身的移动，然后你就会发现就只有上半身在旋转，然后你甚至可以做很快，在那你身体很快速的暖和起来。暖和起来。不过那个要提醒一下哦，因为有很多的球友，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当你暖身做得很快的时候，要确定你已经暖开了，要不然还没下场打球，可能就受伤了。对，所以都从慢开始，然后一直到加速，
Okay.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你可以拿球杆再拿着，两只手指头扣着，嗯哼，握把，然后来，伸展，伸展这一块部分，不然就会有很多小鸡腿，所以你要多伸展，然后两只手也是一样。有看到吗？看到吗 ？OK。然后也要换手，伸展。然后当然最后也就是最难的，我们想说叫职业选手嘛，因为我们用很多大肌肉在击球，所以呢，大肌肉因为它的体积庞大，所以它其实蛮笨的，你要唤醒它或者是苏醒它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你要在这个暖身的时候，你要做蛮多的功课，所以我看这样子哈，一只脚，然后你可以旋转。也可以上下这样子来做屁股这边的单面屁股的运动，然后来苏醒它，然后做差不多这些系列的动作，做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你应该就会感觉身体开始在慢慢流汗，就表示你已经暖和起来。好，我们刚刚回答的是球友提到说，就是在很快速、时间很短要暖身的情况之下。可以做的暖身。那接下来我想要先提到，今天一样会进行的回复，是因为有一些网友已经在网络上提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会交错着让网友已经提出了问题跟现在直播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来交错着回答。那首先呢，我们昨天最新的影片谈到了什么 ？Power Fade。那 Power Fade， 我想有一个大家共同的问题，就是说关于杆面的设定，可以请小潘解释一下吗？杆面的设定，杆面有沟槽，然后这沟槽旁边其实就会形成一条直线，你就可以想象这是一条直线，然后你要用这条直线指向它的目标，然后甚至有些人会买器材贴在杆面上面，然后做一个指示的一个怎么讲？指示的一个词穷，还太早。一个目标，做一个指示，做一个目标，然后你就要确认说，你这一条线，或者是这一条线跟你的脚线是成平行的。然后另外一个方式也可以说，你可以用这条。那你的沟槽，看沟槽跟你的脚线是否成90度角，就是成直角的部分，要是的话，那就是没问题，就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讲 Power Fade 在设定杆面的开放或关闭，其实是指杆面对着目标的左边，不是对着目标，对着出球方向。对着出球方向。目标是我们等到 Fade 之后掉下来的目标，出球。杆面是要指着出球方向，然后因为打废的话，叫做关闭，你指着出球方向嘛，对不对？出球方向，对，就是跟对。可是我之所以会说成是关闭，就是跟之前的旧的方法，假如大家有看我的 screenshot 的话，那个我老婆大人所做的笔记，就会发现跟传统的教法是偏向左边，所以偏向左边的话也比较容易关闭。OK， 懂意思吗？OK， 这样大家了解吗？有一些东西光是看图或是听讲可能不太了解，那下场实际操作一下，如果再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回答。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询问看，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好，我们先讲已经设定好了，就是上一次有用椅子来教大家怎么训练，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可以用弹力绳教大家怎么训练。所以就有一个网友发了期待举椅子的那个系列的影片的训练。对，来教是哪一堂课？是下杆，的一个运动。所以首先你把弹力绳把它锁在一个比较重的重物上，所以它就不会乱动。那当然，它最好是在低一点的地方，就像我现在这样子。那
那你这样拉好，然后就像坐椅子的时候，拿椅子的时候一样，你一开始的重心要放在右脚，甚至是右大臀上面，然后膝盖要弯曲蛮多的，然后再做这样拉的动作，然后再配合呼吸，出力的时候要吐气。然后这边再度的，就帮大家复习，它可以帮助你一，你会重心转移到左脚，然后左脚在击到球的时候打直，然后再释放，所以这是一个连贯性的动作，所以会帮助你在下杠的时候，脚一上杠，你的蓄力到这边之后下去。然后在整个身体的动作是这个发力的顺序是很重要的。OK， 好的，希望有回答到球友啊、哦。然后请问一下如何感投释放，如何练习释放？其实感投释放第一点，你握压一定要轻。大家觉得感投释放都是很主动性的去用手释放，但其实，在职业选手里面，我们其实不会去意识用意念去想说要释放，我们都是觉感头是被动的，非常被动的释放。所以你要被动的释放的话，第一个握压一定要轻，然后第二个你要用你的大肌肉去旋转，就像是你今天拿毛巾一样，毛巾的另外一头是湿的，你会这样子把它用甩出去这样打人的一个游戏，我小时候很常玩，但是千万不要这样子打小孩。你就这样子甩的话，你就会懂那个发力，那个发力那个概念，就是力量从身体开始为中心，然后手的部分其实就像毛巾的末端一样，是被使力出去的。OK， 好的，那个接下来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好意思哦 ，Siri 跑出来搅局了。好，下一个问题刚好跟小潘讲，刚刚讲的有一点连结，就是说，有球友提到说，在旋转的时候啊，是不是转是以尾椎为转轴做旋转？那他有常常会有那个好像会有向左侧移的情况，可以说明一下吗？对，我就。尾椎跟你的脊椎，我是觉得同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朋友问的是，你保持这个角度旋转到击到球之后，然后他会侧移吗？他是说他会容易左往左侧移。嗯哼。那其实往左侧移会有一点点，但其实到最后，因为你脚要打直，你会发现你脚要往左一直侧移的话，你脚很难打直的往左侧移，你会保持膝盖弯曲，所以我们才会说击到球之后释放击球那一刹那，左脚应该要主动打直，这是一种发力的顺序。然后这个动作，老实说真的很难做。美巡赛的选手也只有一半的人做得到，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进阶的。但就概念来讲的话，你左脚打直的话，你应该就不太会侧移了。OK， 好，那又有一个刚好是相同的类似的问题，他说他在上杆的时候要怎么样让他的重心就是转移的时候保持在右大的臀肌，因为他的教练说他的右边的髋部都会有侧移的现象，会造成逆重心，侧移到左边。对，所以要刻意保持着右膝盖和右臀部不动吗？还是就是要怎么样做比较好？它会侧移到右边，在上杆的时候，然后造成逆重心。它会侧移到左边，到上杆顶点，了解。我觉得你的旋转的方式应该很有问题。然后手部的动作也应该是太多，因为就回到我们第二堂课所讲的夹毛巾的方式，我现在就是用衣服这样子夹一下，那
示意一下。当你真正能够用身体转的话，你真的很难往左边，而且你当往左边的话，你会感觉的很明显。然后多半业余选手们会往左边侧移上杆顶点，是因为手部的动作太多，越拿越高，所以他会把整个身体压到成为了一个倒 C 型，所以这样子的话，力量就会损失，然后你其实也没有真正旋转，你都是用手部的力量去击球，所以你击球也不会太远。然后就像他刚刚讲的，如何把力量放在右边，首先你的旋转方式一定要对，不然的话你几乎是非常困难，只用手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你旋转方式对的话，夹毛巾的方式很适合大家。旋转方式对的话，你会发现你假如做对的话，你可以甚至左脚可以抬起来两三秒，那就表示说你的重心已经在右边了，回去可以试试看。OK， 所以旋转的方式总结一下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是用旋转而不是手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把你的重心载在你的右大臀肌上面。没错。好，连接的问题是，那上杆到顶点以后啊，身体的重心会感觉是在右脚的内侧还是后侧？内侧，绝对不能后侧。后侧的话，你重心都往后，所以你击球就会相当不稳定。OK， 好，另外一个很可爱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腰酸？腰酸很大，打完的时候会腰酸。这在高尔夫球里面是很正常的，尤其对业余球员。然后因为我会觉得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你站姿的时候，我们职业选手会常常强调说，我们的腹肌有没有有没有出力，有没有 engaged。因为当你没有出力的话，很放松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这边会有一个弧形，而不是成为一个直线。那你脚是一个很放松的状况的话，然后你去旋转，你这边你的腰其实就会受到蛮大的压力，所以打多了，打一场球、两场球之后，你的腰就会腰痛。那我来提问好了，可能很多球友不清楚什么是腹肌的 engage 出力，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练习？你就想象。这当然你要常常运动，所以你对你的肌肉比较了解。你就想象你的腹肌，你站直的时候站的是平的，你要感觉它是有点这样卷起来，对，它出力的方式是这样卷起来。那是不是有点向下吐气用力那种感觉？可以练习。向下吐气，我觉得那太难了。太难了。你就感觉示意想象这样卷起来。OK， 了解吗？所以你下腹部有可能甚至会凸起来，这样子。小潘有一阵子在练习的时候是做的比较夸张一点的，大家很久很久以前他去打老淡水那场比赛的时候，他那一段时间就在练习要 engage 他的腹肌，所以有很多当时就有很多球友注意到他有这个细微的小动作。对啊，甚至就成为我的一个例行动作，在打之前会这样子，那可以保护你的腰部。对，甚至你在练推杆的时候，我们职业选手常常在国岭就练了两三个小时推杆，然后有没有做这个，会对隔天的腰酸或者不酸有很大的影响。好的，那么，有球友希望小潘再一次的，示范一下从瞄准站位到击球的预击流程。原因是因为还是有很多球友的预击流程时间很长，他说希望借小潘的金口告诉大家，预击流程长真的很不好。对，预击流程长除了拖慢打球的节奏时间以外，然后其实对你的感受不好的影响比较多。那像我的话，现在我摆一颗球，今天脚球在这里，我会先用左手瞄，左手先，当然握杆要正确，所以杆面方正之后，然后我再去选择，再去瞄准你要的目标，然后当然我会在前面选择一个点，瞄准好之后再站姿，然后就像我的例行动作，我会先比一下，然后就打了，所以通常就会只看两眼，第一眼会看是否跟我这个瞄准的目标是一样的，
第二点会看目标，这个叫做 intermediate target， 在中间 的目标啊、所以其实这整个系列的动作做起来也只有十秒，然后到那之前，我当然会在后面挥一个是挥杆，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趁这机会跟各位球友解释一下，因为每一位选手在到球开始打球击球那段时间只有45秒的时间，所以当你若花很多时间在预击流程的话，事实上是会被罚慢打的。那像在美巡赛慢打是非常严重的，你可以分享一下慢打要罚多少钱？你只要一整个赛季，然后有十次被计时，你就罚25000块美金。然后这其实有点不公平，因为我第一年就被罚了。然后原因是因为新手新人他们所被排的分组表里面，通常是在最后几组，所以是最会被赶的那几组，然后也是最容易被计时的那几组，也是常常跟赞助商名额排在一起的那几组。所以赞助商名额，因为他们不是会员，所以他们可能就一两场比赛，一两场比赛他们打慢是无所谓的，他不会被记到十次。对，所以很不幸的，我就有一场比赛跟前两天嘛，跟这个赞助商名额的人一起打，那他真的打得超级无敌慢。然后我跟他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跟他常常打，然后发现他其实大学没有打这么慢，然后一转职业打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就害我被计时了两次，那一场比赛就罚了25000，就25000。然后第二次再十次的话就是50000，以此类推。第二次，第十一次的话，第十一次的话，对，在25000， okay. 还20000之类的。所以呢，再次在这里告诉大家，慢打除了影响到整体所有人在球场上的人的节奏，第二个事实上对于很多人都是打不好的时候越打越慢，对不对？对，因为你头脑开始在想说我今天上杆要怎么样等等之类的。其实就像我一直在强调的，不管是业余球友还是职业球友，只要有一个想法，在打球的时候一个想法就好，然后你不要让自己有太多时间去思考一些负面的所以你只要把时间用到刚刚好十秒啪，然后身体的肌肉啊还是保持着弹性的时候打，那是最好的。好，我再多嘴一句，因为业余球友跟职业球友有点不一样。因为职业球员呢，他们到了球以后，他们开始计时，其实他们还要很精细的做策略、算码数、选球杆。那我们一般业余球友大概听了那个杆地阿姨报了个码数以后，我们就可以打。所以事实上，职业球友从预计流程到打球时间，可能是在十秒以内。绝对不是预计流程做到30秒、40秒、50秒 ，OK？ 好，这个问题，请问 Crossline 如何改善？是旋转过度造成的吗？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哈。Crossline， 他说 crossover 应该是指、crossover， 对 crossover。Crossover 的意思就是说，你上杆到顶点，你的杆身是指着目标的右边。那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一开始拿太里面，所以更容易这样子做，在最后的时候会成像瞄准的右边。所以我会说，就像第三节课，我每一堂课都记得很清楚。第三节课我用瞄准棒的练习来，就假如说今天我球在这边。那这边这条线看得到吧？看得到。看，这条线是个瞄准棒，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瞄准棒，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上杆要沿着球上面的这一根瞄准棒上去，然后这样子的轨道平面就会很正确。然后一开始就是节奏要慢，因为你要想一下，假如我们今天是要用大肌肉的话，因为大肌肉的行动感是比较慢，小肌肉是比较快速的。所以你只要用小肌肉的话，它会变成很快速的拿里面，然后这都是前臂的肌肉在动作。那我们要用大肌肉的话，要用旋转的话，就是要很缓慢的，然后沿着那一条瞄准棒，啊，这都是要训练的，没有捷径，没有捷径，
尤其是这上杆站姿，这都是需要平常去练习。所以大家会注意到小潘一直在讲站姿，所以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真的很重要，旋转才是王道。好，那么请问打球的时候会打薄，人会站起来，要怎么修正？打薄，人会站起来，就可能就触球的时候就站起来了吧。OK， 回到第一堂课，瞄准棒的练习，它可以让你不要用更陡峭的角度去击球，所以记得中短点用瞄准棒的方法去练习。那现在没有瞄准棒，但是请你回到第一堂课，就是瞄准棒夹在握把子的地方，然后一起瞄，一起握着，然后去做半挥杆的练习，会很有帮助。好，请问双手手腕在挥杆到底有没有出力？有出力，但它是被动的，因为当你在下杆的时候，左脚踩下去，你的力量开始从左脚到左膝到腰到你的肩膀，最后到手，那你力量当然要释放出去嘛，所以一定会出力。就只是这个模式，我都会形容为是一个很被动式的，被甩出去的感觉，并不是主动，并不是主动去做的。然后通常你主动的话去吃力，不会增加距离，你反而是把你自己的这个动能的一个动力链讲真好，动力链给打断了，所以你就不会有发挥出你最多的力量、最多的速度。而且刚刚小潘一直讲哦，其实力量最大的来源是我们身上的大肌肉，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手腕是被动的，这样回答到吗？好的，太早起，脑子还没有清醒，好像跟你刚刚一样，很难集中精神击球，有没有什么 撇步 让自己快速集中注意力？快，喝咖啡吧。这个就是跟你的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系。像我自己都已经习惯五六点起来了，因为有时候星期四、星期五就是这么早开球，我就是得自己帮自己准备好。所以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睡眠的时数还有品质也有很大的关系。那脚真的不行的话，喝咖啡是一个蛮好的帮助。可是怎么好像有人说，觉得好像希望选手比赛前不要喝咖啡？那是因为看个人，有些人比较 hyper， 他们就 不适合喝咖啡，或是会心悸的人。对，那有些人比较缓慢的，像小潘。对，然后就像这位球友讲，就是还没醒来，那有时候喝咖啡需要一点咖啡因是很 OK 的，不要喝太多。对，然后最后暖身也可以帮助你身体苏醒，因为大部分你还不醒的时候，其实你身体还在肌肉还在沉睡。OK， 所以刚刚小潘有教了一些那些动作，都可以唤醒你身上的肌肉，然后补充一点，因为不好意思，我讲很多。就是我，因为我跟小潘也学很多，就是事实上在做那些暖身动作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脑袋教导你的肌肉使用，也就是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都可以协助您唤醒你的脑子与你的身体。好的，请问长草用铁杆的时候，在长草里面打铁杆的时候，是不是上杆要陡峭一点？没错，假如长草不长的，我们都会用正常的方式打，因为就我们速度来讲的话，应该就长草不会成为一个障碍。那脚真的很长的话，我们会把球位放在右脚，然后上杆会刻意多用一点手腕去产生一个更陡峭的角度，然后球位放在右脚也会产生更陡峭的一个角度去击球，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被长草很长的长草给影响给绊住。OK。那么，请问腹部 engagement 是缩小腹的概念吗？缩小腹的概念是，每个人讲的说法或讲法不一样，但对我来讲，就是想象你的腹部是这样子，它是有点往内把它卷起来的感觉，那会是最好的方法，对我来而言。OK， 可以怎么练习？就放一支球杆，然后放个毛巾，然后让把它卷起来，夹住它的感觉吗？就跟你当然夹不起来，对，当然夹不起来，可是就是一个，就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小潘现在示范他的尾椎， okay， 我相信大家都会，要这样翘屁股很容易嘛，
做就做反翻。对，我们在学球的时候常常翘臂都会叫我们就做反翻下。对，把它卷到最底，然后这就是一个卷起来的一个动作。那当打球的时候，并不是卷到最底，你只要卷一点点就即可以。这就是为什么英文会想说是 engage， 就只是、把它启动一点点的一个概念。OK， 所以这个东西是在讲说保护腰部，然后预防您腰酸的一个方式哦。好，那接下来，overswing backswing overswing， 我可以回答了。没来，我来讲。overswing， 请回到我们的第二堂课夹毛巾。overswing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手部的动作太多，所以说呢，你夹毛巾。或者小潘现在夹袖子，大家有时候会看。或者是打了衣服，但夹到我的腋下。那你这样子的话，你的手的位置永远都会保持在胸前，然后你再去做旋转。然后你会发现，我现在示范，我旋转到这里90度、100度、110、120，这杆身还是没有掉超过那个水平线。所以说，你脚做对的话，夹毛巾的话，你要。overswing 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嗯哼，所以学会正确的旋转会帮助你，上杆不会太多。好，下一个问题是今天没有示范洗碗吗？早上那刚起来而已，我们早餐那么吃蛮简单，就两个碗，随便洗一洗就好。好，另外一个问题是要怎么样预防高尔夫球肘，因为它常常它的左边的 elbow 都很痛。左边，其实高尔夫球肘我没有得过，我不太知道。可能要去找医生。可能要找医生，这原因我真的不太知道，我也不太懂。是有点太直吗？我也不懂，问医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旋转上杆时是否上半身全部都要转到右边，包含腰部吗？腰部转上半身转到右边，我就不用想太多，你就想象你的重心在右脚内侧，这样就好，然后你身体就会主动的照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所以当你觉得上杆到顶点的时候，你的身体重心要留在右脚的内侧，脚外侧的话，你就。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检测，就是你上杆到顶点，那你是否左脚可以抬起来两三秒，这就表示你的重心都在右脚，然后你并且有一个很好的扎实一个支柱在你右脚。好的，请问小潘老师如何提高开球木杆的击球效率？那好的击球效率，身体的回馈是什么样的感觉？开球的击球效率，对开球而言来讲的话，因为现在一号木杆的设计，所以你在击球的时候，一点点 inside out 所产生出来的效率，就算距离上会是最好的，所以一点点 inside out 加一度或加两度。那身体的感受呢？我会觉得说，当你能挥杆挥完，你可以很稳定的。很顺畅的做完这个收杆的姿势，尤其一号木杆，其实就表示你的挥杆的速度是很顺畅的，而且是持续的加速。然后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对稳定性，然后其实也就是效率，然后距离上也比较，你只要打，通常你这样可以站得稳的话，你都是打中甜蜜点，所以也比较容易，打出你最远的距离。所以我是觉得，对我而言来讲的话，挥杆一号木，脚人在。收杆的时候收得很完美，很自然，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feedback。好，那接续相同的问题哦，听说打 draw 的球路挥杆效率比较好，有这样的说法吗？有效率，可是它这个效率就是只看距离跟速度，所以它没有看到后旋量，然后就像还有稳定性，所以就职业球友，像我自己的话，我就必须自己去。拿捏我到底要什么？那我对我来讲的话，我其实对大部分美巡赛来讲的话，后旋量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然后稳定性也很重要，然后距离其实只要够就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美巡赛的选手，尤其那些大炮的，他们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轻松打，因为对他们来讲稳定性是最重要的。
节奏，上球道上果岭比较重要。对，他们其实都可以打356，但他们故意选择打一个 fade， 连 driver 都是，因为这个是最稳定的。OK， 那我们最近在讲这个 power fade， 那请问打 power fade 在用打 driver 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会建议不要做，就是在影片里我是建议把球位放在右边，右脚一点，就是针对铁杆的部分。那打 driver 的话就不需要，你球位还是一样在左脚跟的，在左脚跟的位置。那其他的部分就都一样了。OK， 请问如何增加速度转速？去健身房去训练，然后打，当然这也要跟你的姿势有关系。你脚姿势，你的发力顺序是对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很快的把从健身房中所训练出来的肌力发挥在球场上。可假如你的姿势是不太正确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会事倍功半。所以就是在这两方面都要去协力的合作吧。OK， 好，那么请问小潘在五杆动或者是短四杆动的时候，那请问应该是指一杆可以上的四杆动？对。如何决定是要 lay up 还是要直接进攻果岭？对业余球友来说，小潘又有什么的攻略上面的建议？第一点我们会看，但就是果岭边有什么障碍物。假如没有障碍物的话，在美巡赛我们都直接攻。但是因为就是从数据上来看的话，越靠近旗杆的，我们越有机会打 birdie。那对业余球员当然有点不一样，我是觉得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球路。假如你最近你的100码铁杆很有信心，那你甚至可以开球就拿个四五号铁打到剩100码。那其实我是觉得在 course management 上面，这个是对业余球友们来讲是非常聪明的，然后其实也有可能会帮你省下很多杆数。其实你们有时候 par 5就算会到，但是是在不会到的情况之下，你们会选择 lay up 到自己舒服的码数嘛？对不对？对，没错，职业选手也会做一样的事。OK， 好的，请问啊，练球的频率建议会要如何安排？每周几天？要给肌肉休息成长时间？每天练是不是不好？业余球友们的话。这看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假如今天目标是单差点的话，那我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还是练个四五天吧，至少，尤其在推杆啊短杆上面，因为你要进阶成单差点的话，其实短杆推杆很重要，然后稳定性，整个长杆的稳定性也很重要。那假如是选手的话，我当然会建议就是每天练，有个一周休一天。那除此之外，一般的业余球友们。有可能就两三天吧，打一次球，对，然后身体也比较不会受伤。OK， 好，那上杆的过程中呢，需要刻意保持右腿的角度不变吗？或是说把身体的重心保持在右脚内侧上杆？重心保持在右脚内侧上杆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真的不用去刻意某一个角度是否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教的我自认为我教的方式不一样，我都教大家们如何正确的去做出旋转，而不是说今天这个角度要在哪里，然后你要怎么做。然后因为角度，每个人身体高矮、胖瘦都不一样，所以那角度一定都会因为每个人的身材而有所不同。所以呢，我教你去做如何的旋转，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好的。潘特西老师，您觉得推杆要稳定的最关键因素要掌握什么？是节奏、握杆还是站位，还是其他的？都很重要，因为推杆是真的一个很小的动作，真的都很重要。我会觉得基本动作，所以就包含了握杆，还有你的站姿。因为你站姿脚，你腰，今天对我是推杆，你腰只要一偏。那你就很难在一个正确的轨道去上杆，所以你要保持，你要确认你的脚线、腰线、肩线都一样，这样子你才可以产生出那个完美的弧线。
所以基本动作是最重要的。OK， 好的。那如何避免让左手背在下杆的时候产生鸡翅膀？因为每一次试挥都很好，但是打球的时候左手就会鸡翅膀。送杆。他说下杆的时候就会鸡翅膀，应该就是送杆的时候吧？听不太懂。应该是送杆的时候就鸡翅膀。是这样子。对。我会建议你还是把每一堂课的基本动作做好，这样会比较有帮助。对，而且因为他这个原因有太多种了，然后就像我在课堂里面讲的，我都会建议说，今天假如下杆不对，怪怪的，我不会去改，完全去改下杆，我会先确认我的上杆站姿是不是正确，因为你上杆站姿会影响到你下杆甚至送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算是 reverse engineering， 你要。OK， 好的，那请问是不是握杆的方法不对就会造成释放不好，收杆也不好？没错，握杆是最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哼，因为大脑其实很有趣，他知道你脚握得很弱势的话，他就知道你杆面开的，所以他就会很无意识的让你的手去做一些弥补的动作，就像是网球这样子抽的感觉。这样子他才知道，他知道这样子杆面才会回正，才会打直球。可这个动作就会很，就是会很不稳定，你每天的感觉会不一样。然后， okay. 所以握杆是真的很重要。对，好的，我们所以小潘在教的很多东西都是避免你一直用小肌肉在工作，会造成不稳定。那么请问上杆时双手屈腕应该是如何？双手屈腕，嗯，的角度，角度乘于，我再怎么比，这样子比啊，双手嘛，能看到吗？看到。你好像这样子没屈腕，一条线嘛。对。你要握杆正确，这样子一条线。然后屈腕的话，我会建议说是这样子直的屈腕，懂意思吗？而不是这样子。而不是或是旁边的，这样斜的，而是这样直的屈腕。所以你的手的这个位置，我们常常说上杆，很多教练会说上杆顶点。你脚是直的屈腕的话，你这边也是成为一条，有一点角度，可是不会太多，这就是正确的。好，请问球杆配重是不是越长杆的杆身要渐进式越轻？那对于业余球友在杆身配重上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位球友讲的没错，越长的球杆杆身要越轻。那建议的话，因为现在科技其实杆身真的很蛮厉害的，以前我都还会打七十几克的杆身，因为稳定性比较好。可是像六十几克杆身，稳定性还是一样好，而且因为轻，所以我速度会比较快，所以我会觉得说去换。尝试一些比较更轻的杆身，会对你挥杆你就不会那么出力，那也不会说打到最后，可能打到最后几段开始没力了，所以你可以换轻一点杆身，然后但这边不是在销售，换好一点杆身是真的还是有差别，在稳定性上面来讲的话。OK， 请问露营车开的如何？明天要去露营。今天晚上，我们的晚上。其实我们今天晚上要去露，我们找了一个蛮好的营地要去露营，最主要是要去测试、感受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漏带什么东西，然后学习怎么接水啊、接电。所以呢，如果成功的话，大家就会看我们分享影片，对，好吗？好的。请问怎么训练开球增加击球击中的甜蜜点？从基础开始。从基础开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有很多原因。然后我会觉得握杆很重要，甚至我会觉得说，对 driver 来讲的话，即每一支球杆来讲的话，你握杆，我会觉得你宁愿强势。然后用身体去旋转，产生出一点由外到内，甚至 driver， 但稳定性
会比较好，因为你握弱势的话，你就要用手腕去弥补，去抽球的感觉，那就会很多的不稳定性。OK， 推杆稳定的关键，刚刚有讲过喽。然后，请问教小学的小朋友，觉得先注重什么，甚至怎么打好基础？我觉得小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有很多花很多时间在果岭上推杆切杆，所以小朋友们，我会真的很建议在多花一点时间在推杆切杆上面，因为这个在果岭边这种感觉手感，这是从小要培养的。因为你一旦，我看很多选手，很多小时候很厉害的切杆，他们一辈子都很厉害，可是小时候不厉害的，长大也不会厉害，长大就真的就是不怎么厉害，就是手感。我个人是相信手感这个部分是从小培养到大，所以去鼓励小朋友们，或者是脚踏有伴的话，最好就是让他们在竞赛中学到，在国岭边多花一点时间。对，因为我小时候就常常跟我哥。然后在全国花园球场的那个果岭，大家去过就知道，那边有石头啊，有花圃啊，有树啊，我们就会切一些低球、高球，用不同的球杆，然后来做竞赛。我觉得这对小孩子来讲的话，第一方面他们又会觉得有趣，不会觉得无聊；然后第二方面，然后又可以培养他们的手感，真的很重要。对，就是我们讲到很多，还有创造力的培养，其实从小时候开始训练。所以小潘的建议是。让小朋友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因为长杆长大以后可以慢慢训练嘛，等他们肌肉结实啊，速度长高以后，那小时候让他们多花一点时间在果岭旁边切杆，这会可能会一辈子让他们很有帮助。没错，建立很好的手感。好的，请问如何做好 side bend 什么是 side bend？斜弯，为什么要斜弯？为什么要斜弯？不是很清楚哦，麻烦您再讲清楚一点，讲清楚一点好吗 ？OK， 罗老师，请问在最后几个问题。好，我们今天有点赶，所以在最后几个问题哦，请问小潘老师会练你的背肌或者使用你的背肌上下杆吗？背肌我感觉不到，所以我不会用它。然后当然会训练。背肌是很重要，会训练。可是在整个挥杆过程中，会想到会意识到用背肌吗？这个部分我是没有，个人方面是没有。然后就像我讲，我是用左脚踩下去启动，然后再站直，然后再释放。这个整个发力的顺序是这样。OK， 好的。短铁逆风时会用1/4上杆控制高度跟球的后旋量吗？会，非常好。然后节奏也很重要，不要出力。OK， 有人问说，请问 wedge 前挥杆击球和距离很稳定，但是面对30、40、50码就是落点的半挥杆 pitching， 就经常出现打厚或打薄，要怎么样练习可以提高稳定性？切杆的课程我有讲到说可以加毛巾，真的很有帮助，因为它把你手的部分都拿掉，你就是旋转。然后这个我记得是在第四堂课、第五堂课，所以可以回去看一下。然后夹毛巾，真的你连推杆、切杆、任何球杆，你只要有夹毛巾，我都觉得都会有帮助，因为它是帮助你旋转。嗯哼，好，那请问推杆如何稳定送杆？稳定送杆就是不要出力，不要有意识。因为很多像在台湾，因为国力很慢嘛，港地阿姨们就会说：“厉害的，就是要敲下去，敲下去。”其实你在这从听觉上面传输到你的大脑里，其实他就会给你一个指示，就是你要用手腕去敲打。可这是不对的。在台湾国岭上可以，可是在美国国岭比较快速的国岭上，我们都是会比较讲求说，是用肩膀去旋转。然后速度也是慢慢的加速，而不会是一个非常急，最后一刻的加速。好，最后两个问题啊、哦，有一个是帮小朋友问的，他说要怎么样避免 slice？ 除了多练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我觉得先确认握杆啊，我觉得 slice 最大的部分就是因为握杆不对，
然后你握杆不对，你杆面就容易开的话，那就很容易失 ice。然后呢，就上杆吧，因为当你用手用的手的度动作比较多的话，就更容易 outside。好的，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他说他平常开球都到上球道率都可以到 90%， 但是昨天剩下 10%， 请问是身体太累了还是速度的问题？应该是身体太累了，因为每一天最近练球，最近打球打比较多的，那真的要休息了啊、然后尤其因为我们是职业选手，我们身体已经习惯每天打每天练习了，所以我们很 OK。可是对一般球友来讲的话，还是需要一点练习，不然就像今天的10%应该是身体在抗议。嗯哼 ，OK， 好的。那么不好意思哦，再次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今天临时有一些事情，那今天的直播比较早开始，那也比较早结束。然后好吧，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好了。好，请问小潘都怎么样练短杆？你的短杆练习的菜单是什么？那你有四支短切杆，都怎么样建立你的 yardage？ 切杆，我一到练习果岭的时候，会先练习基础动作，就像我讲的，我会放瞄准棒，确认我的脚线是平的，是平行的。然后就像我在切杆课程里面讲到，我用一只手切，然后在这个基础动作练习之后呢，我就会用不同的球位来练习不同的弹道，也在我的课程里面有讲到。所以然后每一只球杆我就会练不同的球位，59度我会放在中间、右边、左边，然后再到不同的球杆，然后切滚球。所以当然52度跟48度通常都切滚球，不会切高球，所以也不太需要去练习那些部分，就只会练习在中间的球位跟右脚的球位。那之后就回到练到高抛球，然后跟沙坑球，然后沙坑球跟高抛球其实就有点概念是比较相似的。那其实未来也会讲到高抛球，因为除了把球位放在左边打高抛球以外，也会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更进阶的，就是握杆握得很弱势，然后去用手腕示范，然后这是比较进阶版的，然后也会去练那个部分。那最后你问的就是每一支球四支球杆的距离，这就是要练习。每个人要去找到自己的距离。对啊，就像我之前讲的，用时钟的概念，我手到9点是的59度是50码，然后我就是48度跟52度不需要用这时钟概念，可是在我自己的59度跟64度就需要，所以这个就是要去练习，没有什么捷径。好的，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去露营了。有人说可不可以露营直播，可是我觉得我们去的那地方应该没有讯号。对，对，非常偏远。有可能有 WiFi， 但是我们再说。我们再说，希望祝我们露营一切顺利。然后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就会开始比赛，在德州的殖民地乡村俱乐部美巡赛重启。那么前4场比赛会是无观众的比赛，那么请大家为小潘加油。那今天是我们大概未来的1-2个月内最后一次在家里做直播，将来有机会可能就会在这个美巡赛赛场上面与大家见面。好的，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打球愉快。大家晚安，谢谢你们观看，达成百日目标。对，百日目标。OK， 晚安，大家晚安，拜拜。